家，我回来了。刚刚去吃了一个早午餐，就是 brunch。现在回到家要继续剪接我的影片，应该今晚会上传这个影片，就是淘宝的试穿。等下就会去补我的眉毛嘛，之后呢就会去买一些 grocery， 就是 for 我今天晚上要做卤肉饭的这些东西。那我就继续剪影片咯，记得收看。Hello， 我竟然已经把影片剪好了，然后现在我在去这找我朋友去补我的眉毛，谢谢眉毛。就是现在样子哦，现在上麻药。最近眉毛变好粗，刚纹好是假。先来做卤肉饭。然后平时煮饭的时候呢，都会看小明星大跟班。哇，我的眉毛好浓哦，那是刚纹就会这样子，就非常的明显，应该要等过大概一个礼拜嘛，才会变成正常一点。那这个星期的 vlog 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